想要去的地方，一个一个梦写在日记上，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，只要你敢想，就算。
谢谢三小只，好了，又见面了，来，我们欢迎 TFBOYS 来跟我们一起跨年，来，首先站到中间来，那个好酷啊，跟观众，因为这个跨年是要送祝福的嘛，首先。三位给大家送上你们的祝福，好不好？因为新年过完以后呢，马上就是寒假了，对大家寒假有什么祝福？希望大家寒假都有自己的假期，然后可以跟家人一起出去玩啊，旅游放松一下什么的。王源呢？希望大家身体越来越健康，然后心情越来越开心。非常好，千玺。希望大家身体一定要健康，然后寒假作业一定要写完。对，我觉得说到寒假作业，真的有一点头疼。我跟你说，现在他们代言了一种那个做寒假作业的神器，叫小猿搜题，就对着那个题目一拍，就能找出答案来，好，是不是？希望大家都可以顺利的度过一个很有意义的寒假。那今天跟他们一起表演的还有一个特别的朋友，我们的 NK 零一，你好。Hello。你会跳左手一个慢动作吗？你给我们跳一段好不好？来，欢迎他，预备，起。这声音好浑厚啊！我是 NK 零一。哎 ，AK 零一今天表演非常好，有什么要求想要跟 TFBOYS 提出来的？我想知道一些地球的流行词语。地球的流行词语。他要用地球的流行词语来给 TFBOYS 来出题，希望他们来做相应的表情。第一个词语是什么呢？第一个词是。第一个词语是什么？第一个词语。我帮你出一个吧，也是醉了，好不好？也是醉了，怎么做？来，我们王源。善于醉奶的这位朋友，好，来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也是醉了。好，第二个是什么？第二个词语是吓坏宝宝了。吓坏宝宝了。吓坏宝宝了。让我想起千玺前几天拿那个熊鼻子瘪进去，那交给千玺啊，来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吓坏宝宝了，好可爱。好，下面肯定是交给我们小凯了哈。什么词？主要看气质。哎呀，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我。这话留给我说就行了。主要看气质啊，交给我们俊凯啊。来，三、二、一，走。是一个甩头吗？是的，怀旧的感觉。那么在这里要告诉大家，我们湖南卫视的新年也会有一个礼物要送给大家，那就是跟他们一样可爱的芒果表情。不仅打开湖南卫视，你可以看到芒果表情，而且呢还可以在多个渠道来下载我们的芒果表情。那接下来告诉大家，我们 TFBOYS 还有一个表演，现在去准备好不好？加油了，好，待会儿见。好，也谢谢我们的 NK 零一，谢谢，慢一点走哈，谢谢。再见。好，说到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。特别要跟大家说明，是 TFBOYS 要在我们湖南卫视的跨年晚会上首唱的一首歌曲。对，这个歌曲的名字呢叫做《不完美小孩》。其实呢，他也想提醒在座的各位朋友呢，尤其是小朋友们，虽然成长过程当中呢有一些不完美，但是也要注重跟家人的沟通，成长为完美的小孩。因为可能很多朋友们夸奖的或者关心的都是那些完美的小孩，但是不完美的小孩呢会得到父母的爱，因为在父母的眼中，哪怕是自己的孩子不完美，也是最可爱的。我觉得 TFBOYS 的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，就是每首歌曲都很励志，很有教育意义。没错，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，我们会看到 TFBOYS 在我们现场要全新的演绎，而这首歌呢，相信会让大家想起从小到大父母还有长辈对自己的肯定。那接下来时间呢，就交给 TFBOYS 的首唱《不完美小孩》。灿烂像阳光，当我的梦做得够漂亮，全世界在为我鼓掌，只有你担心我受伤，全世界在等我飞更高，
却心疼我小小翅膀为我撑起沿途休息的地方，但我必须做个完美的小孩，满足所有人的期待，你却好像格外欣赏我犯错犯傻的模样。我不完美的梦你陪着我想，不完美的勇气你说更勇敢，不完美的泪你笑着擦干，不完美的歌你都会唱。我不完美心事你全放在心上，这不完美的我你总当作宝贝。你给我的爱也许不完美，但却最美。你们完美，谢谢大家，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。在催着我长大，就却心疼我小小翅膀为我遮挡未知的那些风浪。当我努力做个完美的小孩，满足所有人的期待，你却不讲你的愿望，怕增添我肩上重量。我不完美的梦你陪着我想，不完美的勇气你说更勇敢，不完美的泪你笑着擦干，不完美的歌你都会唱。我不完美心事你却放在心上，这不完美的我你总当作宝贝。你给我的爱也许不完美，但却最美。让我看到你们的手，你陪着我想，不完美的勇气你说更勇敢，不完美的泪你笑着擦干，不完美的歌你都会唱。我不完美心事你全放在心上，这不完美的我你总当作宝贝。你给我的爱也许不完美，但却最美。却最美，不完美小孩送给你们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最后一首歌《红蜻蜓》，大家可以一起来吗？起来。不断追逐他的梦，天空是永恒的家，大地就是他的王国，飞翔是生活。我们的童年也像追逐成长吹来的风，轻轻地吹着梦想慢慢的升空。红色的蜻蜓是我小时候和小小英雄，多希望有一天能和他一起飞。当烦恼越来越多，玻璃弹珠越来越少，我知道我已慢慢地长大了。红色的蜻蜓曾几何时躲在我岁月慢慢不见了。一起来，
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